welcome to the grand opening of Sunny Green Restauran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登。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台湾合作嘛，所以春秋大厨是我们第一家从台湾引进。之后呢，我们就跟他们谈成了这个 Sunny Queen 这样的一个主题式的意大利餐，我觉得会吸引到马来西亚人，大家都会喜欢，所以就把它带进来马来西亚，在双威开第一家。In 3, 2, and 1 ！Wow, congratulations！ 祝福你们开业大吉，生意兴隆！恭喜 Sunny Queen 第一家分行开在三位 Pyramid， 恭喜 Sunny Queen 在三位 Pyramid 正式开张咯，祝 Sunny Queen 生意兴隆，他们的食物超好吃的，你一定要来吃，记得多多来支持哟。我先说，现在人吃东西啊，就是吃品牌，你进到这家餐厅，它的氛围特别，他们才要打卡嘛，拍照啊，才吸引人家过来，然后再加上我呈现那些很漂亮的那种菜肴，加上我们这样的主题像类似啊梦幻主题 Wonderland， 其实这样的一个主题是蛮适合年轻人 ，even family 小孩子啊，他们很多人都在自己聚会啊 ，even 那种生日派对啊，都可以来自己举办。我们甚至还有包厢啊，就是让那些 corporate 公司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开会，甚至于也可以在聊公事啊等等之类的。我们主打的呢，就是那个 Dancing Queen。在鸟笼里面的那只鸡，这只鸡呢本身是腌制了两天，是由台湾总厨他们的 recipe 是腌制两天过后，味道是非常不一样，是很香，有一些药材味道的。我们现在开始有优惠，说就是只要能消费88块以上，我们就会送半只烤鸡。要吃到好吃意大利面，还有我们特殊的鸟笼鸡，再加上我们很漂亮的环境，你们一定要来尝一尝，等待你们的 feedback， 然后让我们更加的进步，谢谢。